哎，朋友们早安，早上六点了，睡吊床的体验还不错，只是有点小的。来，过来。修很快哎。哎呦！说好了。真快啊，第一次收帐篷这么快，说话没给你修，啊，就大概偏哦，对啊，但它大概是尊三磅整，因为多出来的就是多又多一磅，是啊，哎呀，最多不超，反正就500块以内了。不过登高山可能就比较难吧。有啦，还是有啊，因为有些那个他们不是会找那个在那个。晚上过夜的地方嘛，那个很多都地方固定的，什么去嘉明湖那哪边都在，大概在哪边过，能搭他们都知道啊，然后他们就会带去的。好、哦、啊，里面有睡袋啦。有啊，都有睡袋啊。可是这样睡袋好摊吗？可以啊，他们都有做办法、啊。哦。有兴趣，能得啷个？哦。蒸包子，哎呦，怎么又有虫？你刚刚没看过？我是从绿水在这里挤出来的、欸。啊，躲到里面去了。稍微修整一下，让车子可以直接停进去。哦。它在就是厕所爱整件。这叫厕所。然后就可以有，不然照它这个状况，理论上不应该人那么少。如果说以它周边的。有啦，它这个季节，它就说，这个季节现在人少。那
那水秀比它海拔比它低耐。哦。哎呀，我意思是，因为你像这站帮出的库啊，有天命。对啊。我相信水秀的厕所应该是很过滤。这个很旧了，这营区很久了。对，我就是都爱监狱啊，爱水爱监狱。你既然都在那边设洗手台、水塔，那你为什么不如说可能几个站板设一座水，这样你就大家不用跑那么远，然后那边那一块里面弄厕所方便，因为这一块，那下面那一块刚好那边一个厕所是 OK 的。嗯。太方便人就多了。哎呀，要方便人就多了。这无济啦，哦，那一人几袋啊，就差不多去啊。哎呦，你那水敢有够？银丝卷。哇，安尼看袂起来。这个等一下再用先来泡咖啡。不是银丝卷啊，红豆。哦，红豆卷。嗯。哦，这么多虫。阿 Q 鸡汁排骨是我最喜欢的味道。哦。还是用泡的口感比较令人怀念。哦，是啊。欸，你随着水煮永惠的煮的这个米卤那么就嫩了啊。嗯。我的盖子为什么不见呢？剥皮辣椒包。哦，来。什么味道嘞？剥皮辣椒绞肉。所以你想要我不发现你是很难的事情。巡查。我一个便宜，你出来这边。你这是用泡的吧？对啊，用泡的啊，口感令人怀念，很久没吃用泡的了。那之前给弄冻住的。嗯。但是用煮的还要洗一个锅子嘛，买来用泡的。咖啡配四季春，四季春清茶。刚才他那间睡吊床，夏天放个毯子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盖着毯子就可以了。我昨天晚上也是盖毯子而已啊。嗯。我睡到我不天出来，我敢靠你边上腰柄啊。真的很冷，冬天睡袋。睡袋。哎，在里面怎么钻？我跟你讲，睡袋先铺好再进去啊。不是啊，你我就是张北京跟你讲，睡袋若是要用的，有没有半开，哎，开部分牢的，嗯，脚套进去，撑过去这样就好。哦。开都老诶，哎，开拉链绳出就好。系啊，你就推到脚踝下膝盖部分，你保留下，然后整个脚伸进去之后往后一扯，
这样就把你整个身体都铺上。今天啊、哦，你这样子套上去之后，哎，我你看你看哭哎，你哭哎，哎，春天，那都又要不要又要后边去啊？啊，那你等头前那个看你先哭哎。可是后面这里就没有啊。啊，你啊，所以说你后面要那个，我说要有保暖那个啊。哦。你不是因为你睡袋在那，你压到后面，你也没有保暖效果，因为压扁不会有保暖效果。哦。靠的是你后面的所谓的下部分的保暖的睡垫。哦哦哦哦，所以不是整个这样拉起来，是这样，也有那种整个拉起来，那种就像你讲的，我有那个那个就是产检那勇士的勇士睡袋，哦，它是从中间开，有没有？你就放下去，人背起了，冷油了，它又起来。但是就那你讲的，我就后边这条没有保暖效果，而且你这样，你感觉脚趾片无，你像无油滴的哦，你感觉后边脚趾片会磕啊。有时候内底是变冷。那我就不如用好一点的下保暖的部分，背部的下保暖部分弄好就好啦。嗯、所以我咱们家可以用爱铺一些锡箔，软式锡箔也行。锡箔完不管这些睡垫有阿子的，就不会有。锡箔铺在中间那一层，那有一层，再有夹层铺在里面。背部放进。对，因为你那种睡袋的，你放进睡袋。对啦，用你的保暖的睡垫去保暖就可以啦。啊，因为你上面盖住的暖就会已经往。其实下面如果有一层。有空气层就暖了。对啊，所以有那种吊床有专门的羽绒袋，就是挂在外面的。哦。从外面挂。外面挂。嘿，因为你不能压啊。啊，不能压，对。嘿，吊床你这样在里面啊，它吊挂在外面啊，整个包覆它就一个类似一个披覆在外面的，这样就有保暖效果了。但是就要花一个钱啊，那又是一个羽绒睡袋的钱。哦。哎，而且你只能用在那个上面。但是那种保暖设备好处是体积小，因为你带一般的体积小，啊，它就是像羽绒睡袋啊。哦，羽绒就收起来嘛，其他那俩。嗯。哦，热压吐司。鲔鱼口味。鲔鱼口味哦，哇，赞！热压吐司，老张的热压吐司掉出来了，强瓜掉出来，哦。哦。好吃，小不要小瓜太高啊，口感差异。切料很高。切料很高，很清楚。这个口感真香。你讲这个剥一块，你感觉口感就比较不会违和。餐后水果。哦，哎呦喂啊，整个黑掉了，哎呦，那不是黑掉，应该是红豆还照出来，真的，红豆还照出来，哦，红豆照出来，红豆条，也红豆汁渗透出来，嗯。哦，哎，吃瓜哩。哦，是是。啊。啊。修。修。呜。老张。干，我还叫你小张个对，过来吃菜。来哟。干，你过来提啊。是要叫我张的啦。嗯。张的呀。我本来是龙张的。嗯。修啊，修。我应该叫你董诶，我英文是用张诶，张，哦张，张诶嘿，啊张诶，我拼不出来啊，哦，迄个是张啊，张啊，张，哦，第一个张啊，对，嘿，当时一般叫董诶，董诶对啊，哦，啊人改名叫伊。说好了，准备打道回府。啊，先去算钱。先去算钱，骑下去算钱了。对啊，看看他怎么跟我们收费。好了。
我们三个。三个人。对。那另外一派，你们当了机长。我们是搭吊船。搭吊船。三个吊船，还有一个客厅帐。就收一张好了，真的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阿爸请我的。六吧。六吧。回家。这晚上会有蚊子吗？有，昨天早上晚上都有，可是。晚上上班。他晚准时上班，准时下班呐、啊。不知道。天冷，天冷啊。哦，天冷哦。哦，你国姓啊，你鬼啊！啊，伊在七国，七国太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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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啊，就下回再搁招。好。嘿嘿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卖桥多少算？算。我今晚桥多，我嘛不爱开车。今天桥多较自由。来去。拜拜。好，我们要离开岩室牧场。老板非常的佛心，算我们一账，一个人300元。今天要赶回家吃母亲节大餐，这个是最好的计算方法，三个人均分一个账位。这里也有一个露营区啊。天气开始渐渐炎热了，蚊虫啊、蚂蚁啊，活动力开始旺盛，所以接下来要去哪边露营呢，都要做功课研究，不然就要有酷暑的准备。好，米生态村往日月潭，时间好快啊，一下子要过了。这一次的吊床体验呢，感觉非常的好，吊床比想象中好睡啊，而且收起来体积又小，重点是跟一般的帐篷不太一样，就是不会用你一个帐位来算，你就是睡觉嘛。26度了，开始热了，这一条是台14省道。是王老师吗？啊？是什么？哎，被粉丝认出来呀、啊！啊，拍照，一路就这样拦下来，好，很有趣啊。好，拜别老张，我也要赶回家了。